好想去染头发，那染就染呗。八百块就八百块，染了再说。八百块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没有钱啊，但是我知道你的支付余额是5000。表姐，我求你做个人，不要把我毁了。不会，我是手工小达人嘛。手工小达人跟长发有什么关系嘛？没关系，你答对了。好可怕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我这次绝对不会乱来的，我答应你。感情你以前都是乱来的。不能让小熊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超认真的。所有理发店有的东西，我这里都有，就是没那个技术。我要回家找妈妈。我给你试验成功了以后，我自己也染，我给小熊也染，全家人都染，好不好？你就把我当试验，免费的耶！你还想怎么样？帮你省800块。首先我给你披个薄膜哈，这是为了保护，保护我的衣服不被你破坏啦。接着来调个染发膏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，小包的也要一起怼进去。表姐，我想尿尿。去，不能逃跑哈！逃跑我还抓回来的。我害怕。快去快去！真的是对我一点信心都没有。左右摇20下。改造表妹大作战，点个赞，我们开始啦！戴上手套，先从发尾开始哈。哦，这里忘了开，不好意思，忘了拔掉这个。我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表姐，你这次你好不好？我真的很害怕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会了。哎，出来了，你看那泡泡。我不要看。你也可以，然后呢，就揉揉揉吧。这样真的就能长成功吗？好神奇。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成功的。信了你的鬼！我早就想来整理这一顶营养不良的头发了。你就想拿我来做实验吧？嘘，瞎说什么大实话。真的，我觉得今天长出来一定能有一个惊艳全场的效果。被你咬秃了！我们把这一刀放在花絮里面。我想象中是那种很漂亮的那种灰色，你知道吗，表姐？嗯。但是我现在这样好丑啊！不会的，也很好看。你怎么样，在我心目中都是最美的。好帅。OK， 现在已经上完色了，我们等他1个小时。表妹，你觉得你这造型怎么样？印度阿三。1个小时时间已经到啦。冲头发。采访一下你现在的感受。很害怕又很紧张。绝对不会失败的，相信我好吗？哇哦，你看那些水都变成紫色了。冲掉，冲完之后呢，还要上一点护发素哦。美女洗头发，最后一步把它吹干，做个造型就可以看到效果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扶好手机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。没事，表姐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